我什么时候可以看得见呢？不用担心，医生说过几天就可以看见了。讨厌了，欺负人家看不见。你别那么小。女性的胸部是来喂孩子的，不是当玩具的吗？弄得跟……知不知道厨房在哪里啊？哎，这是我家呀，谁说跟你去看了？ 哎，你不要推辞嘛，明天晚上接你啊。哎，我要是真开眼睛，第一个看到的会是谁？废话，当然。去买，传起来的话麻烦可大了。那你快点。他出去了呀，我是他太太。哦，吴太太，我还是不敢来了。哎，哪里？以前我们老是跟小赵、小美他们到山上抓金丝猫。 在饭厅的后面。哦，我杀死你！我杀死你了！我打不过他，接这个用意不了你。哎呀，求求你啊，你放过我吧！你是误会了，是误会了呀！我人又高又大，我都打不过他，好凶啊！我去守夜。你报警吧。吃完了早点再报警，你还没吃呢。不要。不让人伤害你们，我不希望有别人骚扰我们。周润发，那么成龙呢？刘德华呢？郭富城呢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我跟我老婆每天晚上都做爱，舒不舒服啊？ 对，你说的对。